板，无人机、无人驾驶、无人超市，那无人化是否能用于战争呢？其实不光无人机好用，前不久美国就出现了一款全电动的无人坦克 Ripsor M5， 没有驾驶员，战斗力照样杠杠的。由美国 FLIR 系统公司所生产的这款无人战斗车 Ripsor M5， 严格来说其实是一种机器人坦克。它拥有173毫米×30毫米的加农炮和完整的炮塔武器系统，火力强大。而 FLIR 公司本身是一个生产热成像官标装置的公司，它给这辆机器人坦克配备了最新的探测系统，来增加它的态势感知能力。这种超高性能的多光谱昼夜成像官标系统可以识别和跟踪任何威胁，并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发挥作用。不仅如此，不需要人驾驶后，它内部多出来的空间还配备有同公司生产的小型拆弹机器人和小型无人机。在实战中，它可以将内部的拆弹机器人释放出来，让它进行拆弹作业，同时也为拆弹提供火力掩护。而它携带的四旋翼无人机也能够为坦克提供远距离侦察和目标校准，在三者的协同作战下，准确性和战斗力是大大提升。更何况它的移动速度也非常迅速，炮塔可以360度旋转，也可以在炮塔固定方向，车身进行360度旋转，兼顾灵活和稳固，非常厉害哦。视频元素来自 How and How， 由 Maxony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请关注 Maxony 创意公园。